东京市处的周末日记五。早餐没有什么胃口，就只吃一根黄瓜吧。准备出门了。所以直接找了另外一个测试点，这里可太适合大人们带小朋友来了。顺路来逛逛一家。买房子太不现实了，还是来买两件衣服比较实在。谢谢观看。